兄弟们，今天我们又到山洞这里来了。今天这个洞主啊，朱老板是别出心裁啊，搞了一个猪槽过来，然后所有人都当一回猪。你在哪里搞的，朱老板？我在今天这个猪槽上午是不是还有猪在里面吃东西啊？天蓬元帅的吃饭的家伙都给他砍了。我的家伙，来不想了。我的妈呀，不开玩笑啊，猪槽里面吃吃那个天麻炖那个腊猪皮是吧？这是你今天在那个猪槽里面吃，我等我过来还有一猪槽吃一口。朱老板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招待猪呗。朱老板招待猪。哎呦我的天！最搞笑的是上午猪还在里面，还在这样搞，下午就是人了，下午就变成人了。今天你弄一点小凳子了好不好？小凳子那种。五十多年了吗？对啊。这个猪槽有五十多年了。那喂的猪是不是不计其数了？最开始这个猪槽是这么大，你看被咬到剩多少了？全部被猪舌头点的是吧？啊、我一想到，我一想到等一下怎么吃呢？未来可以啊，未来可以啊。有这个猪槽的时候，我都还没出生。今天我们就要一群人围着这个猪槽，体验一回这个当猪的感觉哈。今天这里蓬荜生辉，今天这里人山人海，一群人围着一个猪槽，体验做猪的感觉。但是真的是跟喂猪一样的哈，朋友们，真的是跟喂猪一样的，不开玩笑的。我们一群人都会在这里吃。来，我来第一口啊。我也敢吃。我们吃猪槽里面的猪肉，吃天麻吧。那个天麻是在猪槽里面炖出来的。特别香啊，这个味道，香糯香糯的。天麻好吃啊！来，快抢！哎呦，等一下被人家吃完了，我说。对，这个太多了。嗯，搞快点。第一次在猪槽里面吃饭，我天。慢一点嘛。大家都在抢，不要抢啊！不要抢啊！我菜给我抢完了，等一下。你不要说这个事情，真的香。真的香啊，真的香啊，也不开玩笑哎。他们说有猪屎的味道，我觉得就吃不出来。你别说话行不行？我说的猪舌子，不是猪。哦，猪舌子是吧？不是猪。你别看猪我用的咬的。泰国就是乱香，我跟你说。来啊，这个天麻都整个的，但是相当的哇塞啊，这画面贵的。真的是猪头，拿过来才洗的。人世间有很多的怪事儿啊，说云南有十八怪，什么贵州有什么怪，但是都没有我们今天这个怪。怪到什么？猪吃过的东西我们还要拿过来重复去吃一遍。这叫什么呢？享受生活。